现在是双面胶接膜，然后先把双面胶贴上去。就是用完之后啊，然后把这个双面胶给它，把另一块给它盖上去。注意一定要对齐，边对齐。对齐之后，然后打开，要放料不要？不用放料，不要放料，不用放料。那结膜的时间正常生产的话是有点，我就结构这点有点毛病。刚结完膜慢。哦，刚结完膜速度慢一点。拿出来两包水，把这两包接的膜拿出来就可以了，两包配一就行。